第二十五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这一品，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因缘。因此佛介绍了观世音菩萨的十四种无畏与三十二应化身等等的功德。这位菩萨和我们娑婆世界的因缘甚深，所以家家弥陀佛，户户观世音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礼拜敬仰的一尊菩萨。